在全球最夯的应该就是黑白大厨了，话题持续的延烧，很多人抢着订里面大厨的餐厅，那没有订到的也想自己在家动手做，包括栗子提拉米苏，还有很经典的大蒜泡面，现在你看网络上好多这样的食谱都在疯狂流传，这则报道我们也实际动手做做看。黑白大厨迎来结局最终战，热度持续延烧，各种节目食谱统统释出，其中拿破里美味黑手党这道超市封神之作栗子提拉米苏必须秀一下给你看。在韩国用的是韩国超市，那回到台湾当然也得在地化吧，走备料去。熟悉台湾材料，香甜栗子、牛奶凑到一起，煮到滚，调理剂剁剁转转，加点 cream cheese， 冰镇30分钟，浓到密不可分。灵魂深入，搅拌均匀，还原提拉米苏丝滑口感。一层栗子馅，一层拿铁饼干，填满高脚杯，最后巧克力饼淋坚果碎。黑白大厨，台湾也有啦。把食材选好啊，挑好，基本上组装。难度不大，制作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个不错的产品了。我相信这个风潮应该大家也是会去玩一下这一个热潮。刚刚请专业的不怕辣茶，这一次一包大蒜一包泡面，记者来挑战白种人。大蒜去头，200度烤箱计时15分钟，再次出炉，焦香四溢。紧接放进滚水，调料粉上色，轻轻一压，蒜头软化，皮肉分离，淀粉大菌，泡面年糕铺上去，超罪恶宵夜，谁能抵抗？黑白大厨威力惊人，不止大家可以在家里玩，甚至烹饪教室也可能大举跟进。电影上面如果有一些名料理，大家在夯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置入下一个季节。黑白大厨最近很夯，我们现在正在想说，韩式的料理应该会是我们接下来入秋冬的一个料理的课程主要的设计。其中龟冠窝时刻看准流行，每2个月换一次手作菜单。Cooking Fun 则是人数够就会特别限定开课。勇老师教室依照学生要求找合适老师来教课。黑白大厨精彩料理对决，间接勾起民众食作热潮，有望带起新一波商机。东森财经黄福祥、罗嘉贞台报道。